咱嘛甲陈老师做一个总结，因为咱甲这个专题演讲的题目咱定予伊吼，这就有一种无概念貌的一个做法啦吼。但是咱陈老师伊嘛无甲咱见怪，所以咱用上热烈的掌声啊来甲伊感谢，伊甲咱来甲咱做专题演讲，题目就是如何做一个快乐自在的智慧人。哦，咱大家念念吼，静静，咱咧听恁讲，咱就爱念念吼，咱迄个，咱把咱做人的水准吼，咱来退出来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喂，各位哈，咱拢是自费人哈，我本人嘛是自费人哈，所以咱就当来吃。蒙丹这个堂主哈，南靖十二堂堂主也是夫妇两个人哈，这么用心哈，来为提升大家的慈惠人员的素质哈，所以讲要普及讲题哈，就是题目团台怎样如何做一个快乐又自在的慈惠人哈。要这个宣传以前哈，我们先对这个中华道教慈惠瑶池金母协会会长哈，咱这陈清海哈理事长哈，啊也给他哈，来做一个哈，非常感谢他这个安排哈。那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长官有来过的哈，还有就是我们慈惠母教会的陈昌宏陈理事长哈，他也来到这个地方莅临哈。可见得我们母娘无论如何哈，只有一个母娘而已哈，那兄弟各自努力哈。为了提升职位素质，所以要阴阳运转哈，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哈，把母娘的慈惠精神把它发扬光大哈。再我们感谢那个慈惠北区卢主会的会长呢，这个陈俊明哈，陈会长啊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和我们这个南部地方哈，来给他赞助哈，让这个更加的光彩。阿哥来到那里是也感谢那个台中慈惠堂的陈文田哈，这个道长哈。他也是我曾经去过好几次哈，跟陈文田这个道长也认识一阵哈，所以他也很用心哈，把这个我也曾经到那边去宣讲过一次哈，跟关山慈惠堂哈，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有缘来到这地方相会哈，非常的欢喜。啊，小弟来讲有台语，台语哈，我都总讲台语哈，因为我这年纪来哈，其他讲台语加国语，国语加台语哈，不管你什么语言，你讲。我在台湾登陆下来，主要都用国语来讲哈、啊，所以大家包含一下。那我们首先要感恩的当然是南靖慈惠堂的堂主，然后提供这样的场地，啊，让我们的南部慈惠堂哦更加的能够团结起来。啊，我看了之后呢，非常的感动哈、啊，因为今天的聚会呢，等于是助了我们慈惠堂的一个强心剂哈、啊，然后慈惠堂跟他一盘散沙。我认为不是哈，今天看的虽然不是一盘散沙，好，它是一个怎样把沙变成泥土，变成一个钢筋打磨的一个力量，那个力量还没有带动起来，那没有这个沙就没有泥土，就没有钢筋，就没有打磨，所以我们有这些的沙，有就要把这个沙凝结起来啊，造成一股非常高大耸高的窑子的宝殿啊，让它发扬光大。而、啊、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第一个。如何达到快乐跟自在？阿南达怎样讲？快乐的意义在哪里？哈，当然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对快乐定义是有所不同的哈。有的人认为说有钱就是快乐，有的人认为说我把儿女培养到社会有用的人，他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那也有人呢认为呢，我能全家和乐融融，哈，没有一个人做坏人。没有在社会中做有用的人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当然，每一个人对快乐意义都不一样，定义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慈惠堂的快乐呢，不是只是在这样子而已。因为慈惠堂的意义的定快乐呢，就叫多一个自在。如果你的快乐不自在，你就不能称为快乐自在的慈惠。所以呢，这个快乐里头有一种叫做生灭法的快乐。另外一种叫做不生灭法的快乐，那以生灭法的快乐来讲，叫做短暂的缘起缘灭法。
这个短暂的云梅花带给我们是今世的快乐而已，但是呢，今世以后呢，我们带着业，带着我们的因果，带着我们的功德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？那有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，那就是说，在生灭法中，我们得不到一个永恒的快乐。那我们拜瑶池金母的目的，就是从今世的快乐、短暂的快乐，在缘起缘法的这个过程里头，进一步去提升我们的修行。那这个提升的修行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一本经最重要的就是普度说缘，定慧解脱真经。假如大家能够达到定慧解脱，那这个快乐叫做永恒的快乐，不比我们是比上那个短暂的快乐要更加的快乐。好，因此呢，我们在办理男女头呢，最重要是要如何得到那个永恒不变真常的快乐。那如果要达到这永恒真常的快乐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一个讲题讲的就是自在自然。所以我们大家对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吼，心经然后怎样关注在菩萨，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教给我们开通多一切苦的，那你一切苦的都来在于对呀五蕴，这个五蕴里头在让你定位解脱真经嘛，告他假名，那我们等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色受想识带给我们一种纷纷扰扰的心灵快乐，还有六根六贼。在闽南定位解脱，我们的根参行有限，可是三行色身相位触法，变成我们在追逐这个生灭法中里头，我们永远是不快乐的，因为那个心灵的那一颗是不快乐的。等你有钱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变成没有钱的时候，那个有钱是短暂的快乐，当你变成没有钱的时候，那快乐在哪里？那个快乐叫刹那的快乐，短暂的快乐，这个不能称为真常的快乐。那五娘很慈悲，就要我们呢能够达到更高的自在，就是要快乐又自在。如果我们有快乐不自在，那我们就不是真正慈悲的人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演讲题目他们真的很好，就是如果快乐不要要多一个自在的字。那我们再谈这个自在，什么叫做自在？自在就是心不动摇，心不生意，心不懒惰，心无得失，心无生灭，心无恐怖，心无颠倒，心没有增减。像你买了股票之后呢，股票上涨之后你很快乐，等股票下跌的时候你很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心有增有减。会，我增加了财富，哇，我减少了财富。如果你不买股票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股票跟你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不执着股票，所以你就这样无增无减，不增不减，那叫做自在。但我往往很难，我们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，我们就惹到了什么贪嗔痴爱。这个贪嗔痴爱里头，我们就很难去守住我们那一颗永恒快乐自在的心了，所以我们变得很不快乐。所以我们发现，真正的不快乐源头在于自己，自己造成自己不快乐。那如何造成自己快乐？就是修道、修行。唯有修行修道的人，他才能这个达到一个叫做自在的人。所以快乐又不自在的人，那怎么叫做快乐呢？那只是一个短暂的。那慈惠堂最高的精神意义，是在达到自在跟解脱两个字。那自在解脱里头，我们就了解，自在的人一定是解脱，解脱的人一定是自在，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会说主宰行无解脱，我讲一解脱行无主宰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弥陀佛难讲，真正的主宰解脱是多样，在定慧的能力，定慧。所以让我们大家看定慧解脱真经哈。所以阿弥陀佛，拢素还这个经典哈。我感觉讲咱所有注意人、注意人哈，拢感觉为阿弥陀佛做奉献啦、牺牲啦、好劳啊，但是呢。咱有通去为了吼心即地吼计较，无就比较，咱定定无快乐。为啥物？因为咱有一种着迷的着相，吼执着心，或者分别心，或者攀缘心。执着心、分别心跟
攀岩机，这个三个新的我们都很难把它拿掉。但是咱那边地方有些好好去收集的人，这个三个新哦是咱上可怕的。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心把它灭除掉的时候，你今天来道场是惹是非，扰乱道场，因为你把道场弄得更不加的清净，更不清净，而且你自己不自在，你也让对方也更不自在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争名，为了夺利，为了看堂主看我有没有看我脸色一脸，堂主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？等住对我好，我就爽；等住对我不好，我就不未爽。这就是攀岩心，看人有钱就看有气，看无钱看无气，这叫分别心。啊，要修行的就讲咯，加贪心真大，要求我能赚大钱，啊，那是追求到要死，贪无钱妄贪，叫妄心。所以咱在妄心跟分别心加攀岩心里头，永远造成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，而不是快乐，是痛苦。快乐反正带着的痛苦。那我们今天主题非常的好，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叫我要讲这个主题，就是快乐又自在。这是你蜗牛听起来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有自在才讲快乐，你无自在你卖阿妈讲快乐，因为你无自在就是快乐短暂的快乐造成对立，这是痛苦的来源。所以我们要如果达到这个境界呢，我们要了解说，因为我们是定位解脱的人，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快乐自在的智慧人。那我们要如何达到定位解脱？母娘经里的最重要的精华就是96个字的真言。母娘经的精华十二经言，咱大王再去来念母娘经，安心嘛可以念母娘经。但这96字啊，就是度92亿的乾坤的人，多高才啦？九代表乾，坤代表六。度尽天下96的乾坤得理，所以送了96个真言给我们。但是我们念这个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那个96字当作我们的座右铭，用心去下这个功夫，去契合他这个96字的真言？那当然，这个九十六字真言，我认为大家都了解哈。我再把它重复一下：解脱归难，难在定；心心在定。本心地理，地理地心该脱意义，有灵该脱先读有唱，你不听声，我不细想，心不却步，意不绝步，皮不蒙羞，口不谈心，若在这空，我闻诸灵，修修行现如行变形，我闻智言三家会合，精气一行，重欲化法，上下流通，何难解脱？这简单都弄搞到哪里？你也要你天天排新班，你这搞到你研究无效，你无做个排新班，你讲在最新那样。有的人讲吼，你到庙门不顶礼，咁你为着神仙再来搞咱这妖门，妖门分两种阶层，这是最新的啦，计较方式的啦，从其他那里心是较平静的人，定自在的人，解脱的人，这叫做仙。所以用那为了显现这种，咱大家无一个所在，因咱是一般的凡人啦。啊，对啊，等于讲对，来到堂中不等闲，这个不等闲，你不是凡夫之辈，你是无始劫来就已经有修了，先修才来到母娘这个地方。所以母娘给我一个经典哈，说是定慧解脱真经。这部经哦，研究不透，都是白先班，逍遥自在。这部经若白读无够，就是咱做事情做较侪，吼、哦，啊，较会计较的，我还是做大事，一定要心力在做。但是这心哦，较无够吼，完全达到永恒，因为神之后还要在人间轮回，他得到是哪三果？唯独定慧解脱的人是自在逍遥行。所以咱那边有咧要在修行的话，那个乃佛就在缘起里面的生灭法中。要悟一个叫做不生灭法，什么叫做不生灭法？就是真如法界，一真法界，这个一真不起二法，那个二法，就是我不生上下的心，不生高低的心，不生有无的心，不生色空的心，不生真顶心，
只要有对立的阴阳存在的话，就是分别。一分别起来哈，我对你错，你不对；我好你不好，我善良你不善良。这个的分别呢，也带动我们的意识中里头流出来的能量，这个叫做负面能量。那我们这个负面能量是来自于五蕴来的，色受想行识给我们的五蕴的能量，那叫做习气。我们有这些的习气跟习性，那我们本身的都套在这个习气的轮回盘里头，我们跳不出来。谁能带这个用心为我留下路啊？后面这里解套，但是今年正好有要解套的，那地方咱的体力百千般，久病逢过百千般，不救无苦奈何苦哈。所以救无苦把咱无啊无啊，定我们自己发展。有无苦在话就发展出来，有无苦吼，咱就无去发展。啊，因此呢，啊，咱即马查讲母牛真重要，互咱来查讲即个事情。我记得阮即个土爷冠即个冠主吼，他吼最近吼，在今年的4月13号啊，红母牛之灵吼去闭关100公里，哎，就闭关100公里这个概念怎么样？那体会出诶，伊讲啥物呢？伊讲我对一对有六贼俱空。五蕴之灵受想行识如镜见形，这几句话我看到我闭关的中间，哇，眼头吼乱吞吞，对你色受想行识如镜见形，等下刚刚找我，你喜欢跳开要出关啊？然后来这搜寻过去负面能量，对魔人安怎去骂人，有时我惊着，唔敢吼，唔敢讲。出来一个为主义人吼，为这母女来做工作，然后我就是这么爱讲。以后我即马出来吼，我要捏青瓜来来煮啊。有来这时候，该按对你所许托拢来教出来。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中间一个体会一句话，伊讲吼，哇，我跟他大兄大同款，母女比我看大兄大。吼，按对你可能不重重演，吼，让你会愤怒，会你会恐怕，会你会悲惊。哦，无什么看，无你同听就俾你看。一阵要再讲，啊，那也安尼情形。原来色受想行识有50个阴谋来干扰他，这50个阴谋都是虚妄的，不存在的。那来在这挂佛经的人哦，挂楞严经，楞严经上面就是讲末法时期50阴谋扰乱世间修行，若不看破50阴谋的扰乱。不能得到定慧解脱，就没有智慧了。啊，那个在阴谋里面就是色受想行识，绕成的不是阴谋，所以他才讲啊，如镜见形，跟他眼龙眼脑一团的样子。那个我白扯，我白扯，这是假，这是虚妄的，这无存在啊，这是过去式，不重要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也不可得，啊，未来心也不可得，我没有存在，没有我这个人在，我人众生受者都不存在。你慢慢吃的平衡，现在一高级吼，它可以按来平衡，先调整一下平衡。然后讲吼，五蕴老齐吼，如见心无五蕴自空的状态吼，无如见见心挂五蕴状态，迄经意识都未成双下连通。然后讲一句，你讲啊，老师吼，我最闭关都得到最大的精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解到这部经哦，非常重要。但是咱台湾其他人肯定解脱，但咱无时间去闭关，无时间去解救，来去体会这个一模方法。咱学的五十元扰乱，咱左做我们的我相、我执、我见，所以我很难进到我们的心。所以呢，佛祖讲五功除为功，咱人的心嘛，共存五心，妄心里头都是死生灭心的。但咱以性光的无极本性的这性光，我们叫做哪个？叫灵性，叫做呢不生灭的，它是永恒的，它是真常的，它不起恶法，不起恶法。你讲咱的借如来是分别的如来来天呢？它没有得跟失这一块，它没有色跟空这一块，它没有烦恼跟菩提这一块，它不生恶法。但咱的分别心则会生恶法，变成那个知识，那个见解。那些观念，这些观念都叫做两边见，两边见都是叫做迷惑的两边见。
所以我们若有这种两边架当中，我们的意识的思想跟行为，我们叫做颠倒，叫做梦想，我们会起恐怖。所以咱的佛陀教解讲，咱本来是有坚定是欢喜，不是的，咱是违背了佛性的，我们违背我们的佛性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惹到了自己的业障跟因果，所以我们就有苦厄。为什么？一切苦厄是自己造成，没有人帮你造成，痛苦是自己造成的，所以快乐也不存在，那是短暂的。所以大家苦运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所以这个苦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修行的人，你要了解定慧解脱的真实意义，叫做要能够学到一个自在的字啊。那这个昏圆观的观主，他得到这个经学之后呢，他会讲一句话：他说，假如没有去体验修行闭关108天的人，好像还是门外汉，修行的门外汉。他说他进去才知道说，原来母鸟的精神的正义哦，不在嘴巴，不在语言，不在宣讲，在于心里的功夫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都讲一句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无为法是啥呢？心意下功夫。你闭关的话，它体会出内心瓦壳嘛，内心的压力不断的出来，各层烦恼就起来，六层的烦恼就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产生了贪嗔痴爱。今日不能成为神仙，死后也不可能会成为神仙。今日假如对色身香味触法不能阻挡这个力量，你死后也不能阻挡。所以说没有死后的神仙，只有活神仙在。只要你能够自在解脱，你就是逍遥的活神仙。假如你不能自在解脱，你修在百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不是修行比你多少年的，是你有没有在心意里头的空下得够的。如果下得够的话，你就会体验到，咱因缘看遐济，咱看一部经，就是定位解脱。